杂技月亮河流巅峰爱哭鬼。那么这一把的话将会非常非常秀，而且的话我们来说一下月亮河这张地图的话，咱们自己如果说选择选杂技也无脑选择的，因为这个点位的话我们这把大概是双台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会玩站台，就大家能看到我的站台在玩，就是随便就能六穿啊。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反绕它，然后一个慢翻弹板很关键，慢翻在心跳范围内是不会爆点的，也就是说它不知道我们翻板了。然后我们这把带的双弹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拉点能力非常非常强啊，飞轮的话也是可以的，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啊。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要不要玩站台啊，咱们先丢白球啊，先骗他一下上来，然后的话咱们直接丢啊，丢完之后他爱哭鬼他这边的话是没有树，所以说不要怕啊。然后的话我们就围绕这个板子啊，这个板子很关键，就咱们就可以把它这个板子理解为门啊，那么咱们一会儿在门的左边转，一会儿我们在门的右边转啊，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把这个门给它盖下来啊，这样的话就形成一道墙，知道吧。然后这边躲下火，然后它的拉火之后它有个加速，它就只能跟我们绕完之后我们感觉距离不够，哎，不危险怎么办，咱们不着急瞄准啊，然后这边跳啊，这边就是我们前面说你对打击这些球要有一定的了解，然后这边的话咱们可以摊一会儿，因为闪现没好，不着急博弈一下啊，除非他闪我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再丢这个球，然后再拉过来，很多屠夫都可以这样绕，看到没有，咱们先假装说我要丢球，哎，没丢，咱们这样的目的是可以多拖一会儿时间啊，先把他骗过来点，这样距离拉得更近一点啊，然后咱们不要保持一个闪现身位啊，赶他过来，然后咱们再丢这个球，丢完之后这个球，然后咱们再绕这个板子，然后看一下这板子要不要盖啊，就取决于他距离离我们远不远，那么这句话感觉就是有点近了，那么咱们就盖这个板子，盖板子他就必须踩，哦，他闪现了啊，闪现好，那咱们给一刀好，没关系，给完之后咱们就不要丢这个球了，这个球没必要丢，因为它有硬直啊，然后咱们绕一圈回来之后，哎，咱们带的什么双弹，对不对？那么前面有板子，咱们要弹射，弹射之后要注意什么？爱哭鬼的火啊，所以要看脸上的火，这边没有一个交互火，好，咱们的话就直接丢下 A 片一下，很细节。咱们自己平常玩的话也要反问自己啊，老师看到没有，这边的话咱们先假装往右边走，实际上哎往左边扭，就是想让你告诉你哎我很傻，快拉着火，哎一拉哎我就一躲，那么就上当了，上完弹之后这个板子踩了，对不对，咱没关系，咱们的话就是这边再绕一圈看情况，咱们可以反过来玩站台，对不对，咱们又不是很笨啊，那这边话先绕一圈，看来他离我太远了，他有可能反绕我，他中两棵树就说明会有四个火啊，一棵树两个火，咱没有出圈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啊，然后不着急瞄准，看他上来，别骗他上来啊，估摸他快上来的时候咱们丢一个球，这样的话再跟他绕一圈，你看三台密码机已经有了，而且非常无脑，而且我们现在手里干嘛还有一个球啊，所以说无所谓，咱们再拉点拉开来就行了，然后就一直在往前跑，这个时候的话点位就已经，我们这时候就目标就是一个拉点啊，这时候你就不要犹豫了，直接往前走就行了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因为他的话前面他在这个绕一圈过来之后咱们就已经用弹板，然后这边弹窗好了，咱们从第一桥弹个窗户之后往左边走，这边的话火不要躲啊，因为他离我们比较近，然后这边的话这个火有可能又靠过来了，所以说这边要躲，咱们扭一下，哎，已经老细节，咱们自己平常玩的话巅峰以下的这个就是你往下，它火一般是往右边的，它往左边飘，但是咱们先有往右边，这样子让火提前能够瞄准瞄到我们，然后屠夫一比较急，那么他就会提前拉啊，然后这样就算轻松躲掉，那么咱们盖完板之后咱们继续拉点啊，他打野了一刀，那没关系，咱们的话继续跑，然后这边的话再利用个弹板加速，咱们直接往鬼板跑，就你记住笨办法，你就直接拉点，对不对，我们拉点是最简单的，不需要任何的博弈空间，所以说这一把你要是按照我一些思路，你跟我一样六鬼，跟你讲这是也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别说这把六五台对吧，但是你六的三台肯定是有的，咱们就玩这个站台，他放了一个加速带，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话就是躲一下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完全就是靠一个基本功，这个火的话不着急，这板子等他博弈之后，然后咱们再盖这个板子，盖完板子之后这个火留着啊，咱们的话往起点拉，这波往起点拉有点风险啊，咱们转点有点失误，但没关系啊，失误了没关系，咱们收他个球，看好夺火，看面前夺火，火扭了之后把他骗过来，不着急，他肯定比较着急，空一刀之后咱们再拉个球之后再翻一波板子博弈，直接拉满啊，再往这边跑，那么我们来慢放看一下，就是这边的话不着急，咱们蓄力捏球，然后看一面前的火，咱们老规矩，看到没有，往右边，然后往左边扭，扭完之后他有加速，然后咱们这边有个墙，先假装说我往这边走的，实际上没往这边走，让他着急，一着急的话咱们一丢个球拉远距离，拉远距离就弹板，弹板之后记住啊，往右边走，不要往他脸上跑，因为咱们右拐的话有个加速，看到没有，他会一刀空了，哎，就是这个原因啊，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往右边走啊，不要着急，然后这边的话再继续绕起来，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差不多，咱们直接这板子直接下，因为火的话 CD 80级的电机啊，所以不要慌啊，然后这边要躲下火，咱们要给他十几刀啊，千万不要拉火，拉火就被秒了啊，所以说咱们看着他面前只有一个火，硬送他一刀，好，地马机开，你说这把你赢不赢，对不对，非常非常简单，你只要过来就随便就能赢。